首先呢，感谢大家支持，又感谢昨天的好日子，今天的餐厅，今天的餐我来买单啊。穿着一身黑衣，意气风发，大 S 前夫汪小菲与台湾女友 Mandy 27号正式结为夫妻，还在抖音晒出结婚证，还有大钻戒。隔天来到自家餐厅视察，好心情藏不住。好多送给汪总的花，哎呀，这些粉丝太有心了，这些粉丝。亲眼见证粉丝的热情，再加上刚结婚的喜悦，汪小菲新店开业，全场由他买单，引起现场客人欢呼。网友说真的很霸气，就连妈妈张兰也大赞：他居然全场给买单，哎，我挺自豪。我说我这儿子够意思啊，请大家吃喜餐了啊，吃喜餐。直呼这一顿饭等于是汪小菲请粉丝吃喜宴，而张兰对于新媳妇的态度也备受关注。非常满意，怎么了？金婚送什么？送一个亲妈，像对亲女儿一样的亲。直播连线大赞 Mandy 是美媳妇，也说儿子汪小菲是一位暖男，更建议夫妻俩先过二人世界，不用着急怀孕生子，态度相当大方。可见儿子二婚确实让张兰相当开心，而汪小菲与 Mandy 下一步是否会来台登记，也是外界关注焦点。 TVBS 新闻李国政审视欧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